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海。今天是2020年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提问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各地的最高温在12到18度之间，最低温在4到10度之间。长春多云，最高温17度，最低温8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我们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日前，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各地各高校研判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动态调整校园管控的措施，切忌一刀切、简单化的封闭管理。同时，各地要尽快排查各校校门管理情况和措施，切实改进校门的管理方式。对学生因实习、求职、探亲、就医等原因确需进出校门，在学校所在城市内活动的，要简化程序，切实方便学生进出校门。对学生到学校所在城市外活动的，要提前做好报批、健康监测和防控指引等管理工作，切忌一刀切、简单化的封闭管理。中秋国庆、国家法定假期即将到来，各地各高校要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教学进度安排，合理确定学生、教职员工放假时间。针对留校外出师生，明确疫情防控具体要求和进出校门管理要求，切实做好假期期间校园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9月18号0到24时，全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广东6例，上海2例，四川2例，陕西2例，辽宁1例，福建1例。来关注我省的秋粮收获。目前我省秋粮逐渐成熟，各地各部门正克服台风、旱涝等灾害影响，采取更加有力有效举措，全力以赴确保粮食丰产丰收。这里就是大安市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我身后的这个稻谷啊，现在已经进入了黄熟期，黄绿相间的稻谷在蓝天的映衬下，勾勒出一幅丰收在望的喜人画卷。大安市大赖乡城南村村民邢树和一大早就来到自家的稻田地查看收成情况。今年他选中了优质新品种，当地农技部门还请来专家面对面传授配套技术，为丰收提供了有效保障。我今天种了3垧地水稻，预计再有半个月就可以收了，今天看起来是大丰收了。在四棵树乡士必特家庭农场，集中连片的百公顷水稻切磨交错。虽然前不久经历了台风，但由于应对得当，农场的稻田基本没有受到影响。34万亩水稻已进入成熟期，从长势来看，好于往年，水稻还是丰收年。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大安市今年预计粮食总产量可达23.46亿斤，水稻产量3.6亿斤。在洮南市福顺境水稻种植区，金灿灿的稻子铺满万亩良田，村民孟凡博租来联合收割机在地里忙活起来。为了加快水稻颗粒归仓进度，减少损耗，当地农业部门专门组织多台收割机开展跨区收割一条龙生产，确保收割、运输、加工全程机械化。6垧地大约能达到12万到13万斤左右，全是机械。以前的时候都是一个月可以干完的活，现在机械一天就可以干完了。收购现在有客商，客商直接来地里直接就收走了。今年洮南市共种植水稻34600公顷，机械化收割率接近100%，水稻单产及总产较去年相比都稳中有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公主岭市大榆树镇涌泉村，公主岭素有中国玉米之乡的美誉。通过镜头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玉米的籽粒可以说是非常的饱满。今年公主岭市大田玉米种植面积27万公顷，大部分采用了保护性耕作技术，虽然经历台风过境，但玉米倒伏现象较少。通过专家示范对比和实际测产，产量没有降低。今天一共是种了320公顷，产量特别好。我们采用那个膜下滴灌，每公顷能增加在1万穗左右。先进的农业技术是粮食丰收的护身符。今年我省不少地区都推广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
我现在的位置是辉南县秸秆翻芽还田技术示范田，虽然遭受了三次台风的袭击，采用这种耕作技术种出来的玉米没有出现任何倒伏现象。采用免耕保护性耕作秸秆翻芽还田技术种植的玉米，根系发达，秸秆粗壮，抗倒伏优势明显，台风过后依然直立。既保护黑土地呢，也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一个是从秸本上，第二个是从增收上，它不倒伏，同比对比这个受灾的得增产20%以上。四月末至今，长春市已面向社会发放了1.2亿元消费券，但在一轮又一轮的抢券活动中，总有没抢到消费券的小伙伴感慨，怎么又没有抢到呢？没关系，机会又来了。长春市商务局联合各平台将在今天再次推出5000万元长春新经济消费券，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上次没抢着，这次有那个什么饿了么，还有支付宝，是不是？哎，这次一定定个闹钟，一定得抢一下子。回信用号当然得关注了，红包啊当然得抢了。之前的红包没能砸中你，别着急，新一轮的经济消费券千万别错过。从9月20号开始，权益红包1000万元，满额立减2400万元，吃货卡包1600万元，陆续面向长春市城区内的消费者发放。在发放时间内，大伙儿进入饿了么 APP 或者支付宝 APP 首页的饿了么入口即可抢券，发完即止。权益红包分两种，一个是惠民红包，然后是天降红包。惠民红包它有三个面值，第一种是6元消费券，满25元可以用一张；第二种是8元消费券，满35元可以用一张；第三种是10元消费券，满40元可以用一张。这三种是随机抽取的。在这里特别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惠民红包消费券，从9月20号10点开抢，每名饿了么用户每天最多用一次抢券机会，得券当日有效，过期自动退回，第二日可以继续参与抢券，以此类推，抢完即止。满额立减活动呢是无需抢券的，只要消费即可享受这个优惠，付款的时候在付款页面自动它就抵扣了。所有的红包呢，都是根据我们实际投放的面额和使用的情况，抢完即止。继续来看热点新闻。新学期开学不久的一些骗子就打着补课、收资料费、上补习班的幌子，对学生的家长开始了新一轮的诈骗。前不久呢，浙江省绍兴市某小学的班级群里就混入了骗子。这个骗子呢，冒用了班主任的头像和昵称来收费，乍一看真假难辨，很多家长都中了招。市民李先生的女儿今年刚上5年级，前几天班主任在班级微信群发布了一则临时缴费通知，告知家长缴纳学习资料的费用一共194元。事关女儿学习，李先生想都没想就在群里发了红包。因为毕竟那个老师挺一直辰光在练习，给比新人都挺英语的，跟老师走的，因为毕竟辰光也钞票一直在交的，我们老师发的本身是开源，我们当钞票肯定直接走的，也不可能会给堵门的。正当这名班主任想再次发布缴费信息时，另一名班主任突然出声叫大家不要转账。两名班主任无论是群昵称还是头像都一模一样，乍一看真假难辨，群里的家长才意识到出现了真假班主任的诈骗伎俩。就本案中违法嫌疑人利用家长与班主任这层亲密关系，勾建虚构班主任微信内容，发布虚假缴费信息，同时涉案金额较小，并涉及孩子的学习，容易让家长降低警惕性。随后，李先生和班主任立即向派出所报警求助。随着警方深入调查，发现骗子是一名家长误拉进群的，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最近，一则关于腾讯申请微信儿童版商标的消息冲上了热搜，并引起了大家伙的关注。更有知情者介绍呢，微信儿童版已经进入内测阶段。很多人就疑问了，这个儿童版的微信是否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绿色纯净的上网环境呢？信息时代，网络无处不在。时下，老师、家长、学生也常常通过通讯 APP 来布置作业、打卡、交流。再加上一些课堂作业，比如观看网课视频、英语听力等，都在网上完成。
记者在南宁市浪溪小学分别挑选了二年级和五年级的一个班进行随机调查，近100名同学发现拥有电话手表的小学生占了80%以上，有近30%的学生注册了自己的微信号，这其中拥有微信账号的低年级学生人数甚至比高年级还多。我用微信打卡一些东西，会拿来查东西，还有的时候会拿来看一下新闻。对此，家长们表示，为了让孩子融入自己的朋友圈，他们会选择给孩子配备电话手表或者一些自带儿童模式的国产手机。家长们认为，微信儿童版上市，他们也要先看一看社会效应。微信，像那种随意添加好友，我觉得这种就不可以。我觉得应该是从软件跟硬件上面去更好的去阻止他去使用这个功能，就是包括他，要有刷父母的人脸啊，或者怎么样才能去完成这个支付功能就比较好一点。对此，南宁市浪溪小学心理辅导老师表示，他赞同企业的社会担当精神，也鼓励他们为孩子们创造更为合适的移动设备。但在纷繁的网络环境中，关键还是要家长和学校一起对孩子多加引导，去设置这个使用的时间，这样子的话可以严格控制孩子们上网的时间，以免孩子这个沉迷于网络。学校的这个教育方面也会严格的教育学生如何去健康的使用这个网络，然后利用网络的这个方面如何增强我们心理以及身体的这个健康。进入九月，也到了新兵入伍的时候。然而这两天呢，一男子被确认为预定新兵之后拒服兵役遭处罚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江西上饶市新洲区发布通报，2020年夏秋季征兵期间，江西上饶新洲区东市街道市里营资源报名的应征青年徐某某，经征兵体检正考合格，被新洲区征兵领导小组确定为2020年新洲区预定新兵，并参加役前训练。役前训练期间，徐某某的入伍意愿下降，经常以各种的理由拒不参加训练和集体活动，经干部骨干多次教育引导，没有任何的改变。鉴于徐某某的情况，依法对拒服兵役的徐某某作出处理。一，由东市街道办事处对徐某某进行不少于10天的国防法、兵役法等相关法律集中教育。二，将徐某某纳入履行国防义务失信名单，银行部门3年内不得给予徐某某信贷优惠政策和利率优惠支持。三，组织部、人社局和相关单位2年内不得录用徐某某为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及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四，公安部门在徐某某个人户籍服役栏备注拒服兵役永久字样，2年内不得为其办理出国境相关手续。五，教育部门2年内不得为徐某某办理入学和升学手续。六，市场监督管理部门3年内不得为徐某某办理经商手续。七，按照信州区2019年义务兵优待金的1到3倍予以罚款20000元，由东市街道办事处执行，罚款上缴区财政。来关注车险，备受关注的车险综合改革昨天启动，各家保险公司的新保险单开始上线销售了。据了解呢，新车险和老车险相比，价格整体下降，保障增加，服务提高。我们先来看车辆壁上的交强险，新的交强险总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0000元提高到1.8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维持0.2万元不变，无责任赔偿限额按照相同比例进行调整，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000元提高到18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维持100元不变。那么政策落地之前购买的交强险是不是就享受不到这个优惠了呢？如果您在9月19日之前购买了交强险，也不用担心，因为新的交强险采取的是自动升级的方式，劳保单将自动升级为新的标准。
另外，新的交强险价格上浮比率上限保持30%不变，而下浮由原来最低优惠30%扩大到优惠50%。只要你安全驾驶，出险率越低，保费打折就越实惠。以六座以下家用小汽车为例，交强险的费用为950元。在改革前，如果前三年没有出险，那么第四年交强险可以打到7折，费用为665元。改革后，交强险最高可以打到5折，费用为475元。此外，对于小擦小碰等发生赔付的轻微交通事故，只要双方没有人员伤亡，赔付金额在2000元之内，就不会纳入第二年车险保费的上调浮动因素。简单来说，就是小擦小碰，下一年的保费不会上涨。在广东深圳呢，有这么一个男子，一日三餐啊，全靠冒充外卖小哥偷外卖为生。这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自己养的是白白胖胖的。近日，深圳罗湖警方侦破了这起冒充外卖小哥实施盗窃的案件。事发在当天下午的5点半左右，不少外卖小哥已经开始忙碌起来。这名头戴黄色头盔的男子就是嫌疑人张某。与众多外卖小哥不同，他只有标配的头盔，没有穿外卖员统一的黄色工作服。进入商场的餐饮区后，张某首先闲逛了一圈，很快就锁定了目标，连招呼也不打，直接把外卖顺走。他走过去之后，直接拿了外卖就走，也没有跟那个店家有过交流，所以他这个手法起码到现在应该算是比较流畅了。出来后，张某还是假装看了一下手机，让人感觉是在确认订单。然而这一份外卖还不够，离开餐饮区前他还顺走了一份甜品。他自己供述啊，没有要求，但是我们看到他偷的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品牌的。据办案民警介绍，顾客投诉后，店家依然不相信外卖被偷，最终看了视频才恍然大悟。而民警通过视频追踪和分析研判后发现，张某很可能是一名惯犯。9月4号下午，民警最终在当地一个网吧将嫌疑人张某抓获。据了解，张某去年因盗窃被判刑，今年4月才刑满释放，近几个月一直处于无业状态。为解决三餐温饱，张某从路边停放的外卖车上偷了一套外卖服及头盔，想到了冒充外卖小哥取餐的主意。时间规律是基本上没有的，他只要饿了他就找商场，找到商场那些人多的外卖员有在那里等拿那个餐的，他就过去，看到有餐他就拿，渴了就去拿，对，渴了就拿奶茶。据张某供述，2-3个月来他作案已经超过了数十起，从来没有失手，盯准的就是商家限时配送的心理。而且张某自知所到外卖价格不高，也就抱着商家不会报警的侥幸心理。现在呢，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买儿童平衡车，这种平衡车只要用脚蹬地就会向前滑行。然而呢，最近在福建福州、泉州等地发生了多起孩子独自骑平衡车上路的案例。13号晚上，福州警方又发现了一名2岁男童独自在路上骑车。从视频中可以看到，13日晚上7点多，这名2岁的男童独自出现在市区的科技馆门口，在他身旁还有一辆儿童平衡车。路过的居民看到孩子啼哭不止，就赶紧报了警。警方随即赶到现场，坐在他的儿童平衡车上面一直哭，然后民警就上去问他的名字，他几岁了，他的父母在哪里。小男孩什么都不说，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哭。民警随即把小男孩带回了派出所，并把信息上报指挥中心，通过全市播报给孩子找爸爸妈妈。而这时候，在警方发现男孩的科技馆附近1公里处，巡逻的民警接到一名男子的报警，说自己的孩子走丢了。根据该男子提供的信息及孩子的相关情况，警方判断这名男子有可能是孩子的爸爸，就把他也带回了派出所。据孩子的爸爸介绍，当天晚上他带着孩子在广场骑平衡车，结果一个不注意，孩子自己骑着车溜走了，好在最后成功找到。警方特别提醒，儿童喜爱的平衡车、滑板车等不能上路行驶，只能在封闭小区道路或室内场馆等安全区域内玩耍。期间，家长应妥善看护，并监督孩子佩戴好防护装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再来看一个就业现场，近日吉林省长春市长白路与东一条交汇处附近有人要
跳楼轻生。跳楼的呢是一名年轻男子，躺在五楼阳台的顶棚上，稍有不慎就有坠落的危险。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据了解，跳楼男子是该栋楼的租户，饮酒后情绪激动，产生轻生念头，于是从六楼窗户跳出，躺在五楼阳台上方。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立即穿着自身安全吊带，来到六楼窗口营救男子，但男子不配合营救工作，还多次警告救援人员不要接近。僵持几分钟之后，消防员发现男子精神有些恍惚，身体已经开始摇晃，随时有坠楼可能，于是迅速从六楼窗口出去，抓住该男子。有什么的？发什么？五楼，五楼。那五楼，五楼有。五楼窗户。五楼跳。你赶紧的，快点。五楼。不要命了你？随后消防员将男子从五楼窗口送回室内，有两名消防员在五楼窗口内做好接应，顺利将男子救下。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暖心的事儿。最近呢，一段96岁的妹妹塞给101岁哥哥200元钱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事情呢发生在江西九江修水县，101岁的老人从县城到1小时车程外的曼江乡与96岁的妹妹短暂相聚，而这背后是两位老人兄妹之间难以割舍的亲情。走的，啊，你妈你莫家，我妈不挣呀，我这。这段就是在网上流传的感人视频，画面中96岁的妹妹莫家秀住在曼江乡，101岁的哥哥莫家煌住在修水县城。今年9月初，莫家煌老人不慎摔了一跤，莫家秀知道后十分牵挂哥哥，打电话过来说，是不是我哥哥摔到了，摔到哪里了，就问我。尽管十分担心兄长的身体，但是由于修水县城和曼江乡两地之间有1个小时的车程，穆家秀老人没办法去探望哥哥。不叫一桌呢不照顾这公公，不叫一桌呢不照顾，还做不知道，还本来哥哥寻找过。穆家煌老人得知妹妹牵挂自己，为了不让妹妹担心，于是就决定让儿子跟他一起去看妹妹穆家秀。那个就刚好是带回来看一下的时候呢，我姑姑呢就问啊，你哥哥你摔到哪里了哪里了，他就流眼泪了。短暂的相聚之后，兄妹俩又要分别，老人的家属看到兄妹不舍的情景，于是用手机记录下这感人的一幕。当时我在有点流泪，然后我姑姑就说，她说哥哥我们现在是见一面少一面呐，就是当时我都想流眼泪了。就是莫荣旺告诉记者，父亲和姑姑只有兄妹两人，感情一直很好，由于年纪大了，两人出行不便，就难见上一面。晚辈们每天都会陪老人，让老人保持愉悦心情。我爸爸跟我姑姑那个，他们这么堂叔，主要是一个他们是有心态好，还有就是他们跟儿孙满堂，大家庭小家庭都非常和睦。父母嘛，是吧？只有一个的，他年纪大了，我们必须要照顾他。每个人都会老的嘛。要祝两位老人身体健康。最近呢，两只3岁的大熊猫麦麦和灵眼来到了河南洛阳栾川县，开启了这对小哥俩的中原之旅。经过1300公里的长途跋涉，麦麦和灵眼这两只大熊猫终于抵达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两个小家伙出生于2017年，都是雄性。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早就建设好了占地2400多平方米的大熊猫馆，相当于6个标准的篮球场那么大。为了让大熊猫在我们园区生活得更好，更加健康的成长，我们还专门派出3名技术人员到四川熊猫繁育基地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技术学习，并且已经经过国家熊猫保护中心的考核验收，取得了熊猫饲养管理的证书。饲养员告诉记者，一只大熊猫的玩耍区域就有172平方米，如果算上住宅区等其他区域的话，一只大熊猫的活动区域能达到1000多平方米。主要有秋千、木栖架还有水池。秋千是为了让熊猫活动娱乐用的，木栖架是为了让熊猫休息、攀爬还有采食用的，水池是为了让大熊猫夏天的时候能够洗澡。
大熊猫对食物的精细程度要求也非常高，特别是竹子，不新鲜不可口，绝对不吃。栾川县有万亩竹林，这些竹子经过检验后，完全可以当作它们的口粮。工作人员介绍，两只大熊猫进入动物园后需要检疫隔离，预计国庆期间就能跟游客见面了。国际方面，美国商务部18号发布声明称，将从20号起在美国境内禁止与抖音海外版和微信海外版的相关交易，理由依然是威胁国家安全。此举意味着微信和抖音在美国境内应用商店的下载和更新将被禁止。目前，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拥有1亿用户，微信海外版 WeChat 在美国的日活跃用户达到1900万。这项禁令阻止了两项服务在美国本土获取新用户。对于老用户，应用的功能也受到一些限制，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区的微信 WeChat 账号无法使用微信支付功能。禁令限制了 WeChat 与 TikTok 在美国本土应用商店的下载、更新和升级。 WeChat 与 TikTok 也无法在美国设置相关的开发团队。美国商务部当天的声明表示，如果11月12号前 TikTok 可以解决和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则可以取消此禁令。目前已有美国民间团体对商务部的禁令表示抗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这项禁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西部多地山火已经持续了数周，造成30多人死亡，还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在洛杉矶县的北部，当地的山火被命名为山猫山火，是加州最为严重的火情之一。截至当地时间18号，山猫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240平方公里，并持续向东北扩散。山猫山火自9月初燃烧以来，火势不断扩散。尽管近1000名地面消防人员、多架空中消防飞机参与灭火，但由于山猫山火在陡峭的和难以接近的地形中迅速蔓延，灭火效果微乎其微。当地消防部门称，山猫山火一度威胁临近的阿卡迪亚市等7个华人居住较多的城市，收到了强制疏散命令。此外，山猫山火一度燃烧至离威尔逊天文台和附近多个通讯设施不到3公里处。山猫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极其恶劣。目前，洛杉矶县的大部分地区都发布了不健康空气预警以及危险空气预警。洛杉矶动物园周边景区以及一些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已从本周起相继关闭。同时，由于烟雾引起的低能见度问题，也影响了消防飞机投放消防用水的准确性。南加州多处山火燃烧所产生的浓烟，在西海岸形成了绵延近1400公里的烟云。糟糕的空气质量导致了全洛杉矶县内的8个森林公园相继关闭。消防官员表示，预计要到10月底才能完全遏制山猫山火。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全美反种族歧视、反暴力执法的抗议示威活动已持续数月。近日，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要求联邦检察官对美国多地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提出煽动罪指控。另外，针对西雅图市允许在市中心设立警察无权干预的专门抗议地点，巴尔也要求联邦检察官调查并考虑对西雅图市长提出犯罪指控。纽约时报评论称，巴尔的言论让美国司法部陷入政治困境，也让人们普遍担忧巴尔在将司法部门逐渐政治化。近日，土耳其东南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差点酿成巨大悲剧。视频监控显示，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冲向商店的柜台，而当时一个小女孩正推着婴儿车站在街边，婴儿车上还有一名婴儿，汽车就从他们旁边擦过。事发时，这两名小孩的父母正在商店里购物。韩国研发出一种能够辨别纸钞真伪的手机，看似一模一样的两张10000韩元纸钞，用智能手机的摄像头一照，其中一张出现绿色荧光，且有鲜明的韩文字母，证实这一张是真钞，而另一张是假钞。秘诀就是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特殊镜片。此外，智能手机还能不断积累数据并学习，用的越多，准确度越高。该技术还可以鉴别美元和人民币的真伪。
欢迎回来，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是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建区60周年，昨天当地表彰了一批为长白山自然保护事业蓬勃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我觉得是一次世界文化遗产的总结，因为我们知道长白山是一座人类文化的大山，我想从今天开始重新上路，和大家一起继续去守卫这座大山，保护这座大山，传承这座大山的自然历史和人文文化。60年来，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发展理念，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累计投入50亿元用于长白山生态保护，实施重大生态保护项目130多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示范单位。监测显示，保护区内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分别达到27只和42只以上。说到长白山，9月17号夜间，长白山迎来了降雪，长白山天池主峰第一场积雪已经形成。昨天积雪最深已经达到半米左右，这是今年长白山入秋以来的第一次披上银装。现在这个视频看到，整个的外面是路上覆盖的是雪，风很大，我们打开窗户看到，护栏上也沾到是雪了。外面温度现在非常低。为了进一步了解主峰降雪是否会对长白山旅游造成影响，记者也电话咨询了长白山西坡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截至记者发稿前，长白山部分景区已经禁止游客参观。如果您想在最近去到长白山参观游玩，建议您在出行前进入长白山微信公众号，点击旅游咨询，直接拨打电话咨询长白山景区的具体开放情况。再来看今天的省内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通化北部、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我们来看天气预报。天赋异禀的数学天才，背负国仇家恨，成长为兵棋高手。贾乃亮、刘义军、秦昊，棋王高手，兵行险招，中国不会亡。吉林卫视每晚7:30敬请收看《誓言》。长春多云，17到8摄氏度。白城晴转多云，17到8度。松原晴转多云，17到8度。四平多云，17到9度。辽源多云，16到6度。吉林小雨转多云，15到7度。通化多云，17到7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4到5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8到10度。长白山小雨，12到4度。9月15号，吉林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在东北虎园放飞9只猛禽，其中红隼1只，雁隼8只，均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这些猛禽是今年夏季在德惠、九台、公主岭等地受伤后被爱心市民送至救护繁育中心救治的，经过1个多月精心饲养和野化训练，已具备野外放归条件。截至目前，吉林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共救助野生动物70多种，10000多头只，受伤动物治愈率达80%以上。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TV 新闻早报，明早再见。